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中立高中三房加车位。好，现在我们在它的玄关，也是它的前面阳台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它的客厅。我们现在先来看它的厨房，还有它的共用卫浴间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它的厨房。好，这里厨房旁边的阳台就是跟玄关是连接在一起的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走道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它的共用卫浴间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走道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它的卧室。好，再回到走道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他的客厅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他后面的次卧跟主卧。我们先来看他的次卧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次卧的阳台。回到里面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它的主卧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主卧的卫浴间。直接回到前面的客厅。